真心偷偷现身台湾，被台湾媒体捕捉与绯闻女友王丽坤同框晒恩爱，在台湾甜蜜嗑过。根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林更新和王丽坤去年就传出恋情，这次在台北拍到，应该怎么赖都赖不掉了吧？两人一起低调现身台北，和一票朋友大吃麻辣锅。不过，林更新中间不断走出店家抽烟，完全不计形象。王丽坤还在一旁滑手机等候，吃完饭后又一起黏回饭店，两人行径像极了老夫老妻。其实两个人的绯闻已经传了很久，之前就有网友分享林更新带着王丽坤和赵又廷夫妻同游日本的画面，好兄弟赵又廷也曾不小心泄露两人合照。虽然这段感情藏都藏不住，但双方都没有正面恋爱，这次恋情又被拍到，虽然还没有得到经纪人的回应，但喜欢他们的粉丝还是给予祝福，表示公不公开无所谓，两个人开心最重要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